哎，你说这事奇怪不奇怪？事情是这样的，玩家在一次无魔组单人生存中遇到了一些游戏故障，而导致这些故障产生的是一个彩色实体。好了，老规矩，请屏幕前的各位老粉们动动你们尊贵的小手，给视频长按点赞支持一下。新粉也赶快点关注，加入我们的老粉阵营吧。刚进入到地图中，玩家如往常一样撸树、挖矿、制作工作台、合成工具等等，一切都很正常。但随后不到两分钟的时间，玩家的游戏画面就突然发生了短暂的故障。玩家是头一次遇到这种问题，他先是愣了几秒钟，难道自己的电脑显卡有毛病了，或者是内存温度过高？玩家想到这儿觉得很正常，电脑时间长了嘛，硬件难免会出现小问题，不足为奇。于是玩家继续游戏，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后，玩家也发育的差不多了，木屋也建造好了。而此时游戏内的天色已进入了黑夜，玩家并没有打算睡觉，而是下入到了矿道中去。黑夜就要出去探险，一到黑夜就选择睡觉的肯定不是 MC 老玩家。玩家是这样认为的，他不断的朝下挖着，神奇的是他直接挖到了矿井区域，这运气属实不错。可刚下来没走几步后，玩家的屏幕再次发生了故障。一次生二次熟，玩家这次已经见怪不怪，这丝毫没有引起玩家心情的起伏。他继续勇闯矿井，但随后画面故障的次数越来越多，很快玩家的屏幕又一次发生了故障。但这次玩家隐约在故障画面上看到了一些东西，通过放慢玩家画面，我们可以看到在故障画面左侧有一个错误提示，错误404。玩家这次感觉事情没有那么简单，并且他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，那就是他在矿井转悠了大半天，没有发现任何矿井生物，这里静悄悄的。玩家越发的觉得此地不宜久留，正当他准备离开时，画面再一次发生了故障。而这次玩家很清楚的看到有一个实体的身影在画面中一闪而过，我们再次放慢刚才的故障画面，可以看到这确实是一个玩家的身影，而且它的颜色跟故障画面的颜色一样，这让玩家想起来了 MC 中的故障方块，会不会自己也遇到这种情况？屏幕前的兄弟姐妹们在 MC 中遇到过故障方块吗？玩家随后返回到了木屋，自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屏幕没有再发生过故障，于是玩家又去到了下界，一番探险后玩家再次回到了主世界。而这次当他回来时，他看到了这个错误404实体，接着玩家就与服务器断开了链接。好了小伙伴们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，那啥都看到这儿了，还没有点赞评论转发加收藏的，你们懂我意思吧，麻烦这次一定好吗。